前选的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凹凸。对，现在就可以选择了。看后边的吧。你再按一下。就是现在选几？选 T1。通过按键，通过按键选 T1。对。按 Enter。按一下 Enter。对。放上 Enter。T1。T1选择了，选择了，就是七。这些。这是什么？手轮。对，手轮引导。这才知道。手轮引导。这些点那个对对到开始。对到开始。对。你先试一下。手轮。不清楚。换完了是吧？对，这又对对刀，对 T 一对刀对完了，对 T1 对完了，然后把它移到工件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再选择这个，选哪个？选择凹凸，凹凸，对，然后选择 Z。等。Z Delta Set。对，这是干嘛的？这就是设这个我的最原点啊。对，决定最原点。改自动吗？上好之后，它就这加上就完了就。刚才是凹凸，然后点。刚才是那个用那个什么手轮变的凹凸是吧？不是，手轮引导。手轮引导。这个都知道。然后就在什么地方了？就在偏置设定。偏置设定，然后记了 G54 了，有 G54Z。G54Z。对，现在就是它了。对，现在就也就是这里边有那个对到仪的高度了吗？对，因为设好了就，然后这个位置他都知道。他能看明白吗？能。我没看明白啊。能看明白的。啊。这位置就是到，然后 T 一到 T 十六，它就分别。然后它接着它再重新，它再对刀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还要再重新对刀？对。那第一次是干嘛？第一次它只是设的刀，这个落叉，然后它再选择什么行了？咱们现在是一个13，我看是不是？我拍着，这是几啊？13。对，13。怎么是13呢？看不见啊，你转过来。这个。他要转到13吗？他会先对 T1，然后再对 T13。现在是换13去是吧？也不是，现在是先对 T1 的，他再接着的，他再对一遍 T1。13是怎么过来的？13，你看看。十三，你是选上他了吗？选上他了，他对完 T1 之后，他再接着再去对 T13。这现在 T1 换 T13是吧？就这样，那个对到仪就不用了。
就用这一下，用这就换材料用这一次就行了。他就是说是他先必须先用体积堆好刀之后，然后他烧个落差，烧完落差之后，他再把所有刀去堆这个，也可以不用堆刀。那如果说他没更换刀的话，他就不用这个堆刀。就他现在用换体积，他直接点出来换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点的。他在这边顶上直接点的。就是换哪把刀，就是选到哪把刀。对。这样就完事了，就 OK 了。这样话就完事了，就。七十三。十三现在有了吧？哦，有了。对，哦，这样就行了是吧？对。